当我看这个片子，我会回想到我十年前也是在外面打拼过的，然后十年的今天就回来为我们部落奋斗，跟着片子一模一样。真的，我的感触是说，真的跟这个片子一模一样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祖灵一直叫我，以前我也有梦过我祖灵说回山上，所以说我真的感触良深。所以说我今天回来为我这个部落奋斗，为我这个部落去开创我们这个部落达彦的生活，真的对我们达彦真的是说很有这个感触。我也希望说我们以后泰雅的部落能全部回来传承我们